大家晚上好，谢谢大家来参加我们今天的公益大讲堂，我是袁文，那我也很高兴哈，这是我们新年的实际上是第二个讲座，我们元旦的时候举办过一次茶话会啊，那今天呢实际上是我们第一次的一个专题的讲座，那 BRI 桥路基金会呢，是2018年在湾区成立的一个华人组织哈，那这个我们这个基金会呢，主要是一方面做两方面的事情哈，一方面呢，我们是希望能够促进中美民间的文化教育方面的交流，那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是致力于在美国的华人社区的这个建设哈，那我们一方面我们也是在培养我们下一代的华人的leader。那个领袖人物哈，那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是在做各种对华人社区或者是对整个当地社区有益的事情啊。那我们今年啊，去年实际上是去年哈，那个疫情爆发的时候，那我们桥路基金会呢，实际上联合了湾区的20几家华人组织，然后我们筹款，然后捐献这个 PPE 给这个疫情疫区里面的医院，然后医护机构、老人院等等哈。那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是在网上举办公益讲座哈，那介绍疫情的知识啊，也介绍一些历史文化各方面的这种专题讲座哈。那我们去年一共举办了60几场公益讲座，那今年呢，今天呢是我们今年的第一个专题讲座。那接下来呢，我们有请我们桥路基金会的发起人之一李金芬女士来介绍我们今天的主讲嘉宾。好的，谢谢袁文，各位听众朋友，还有我们今天的主讲嘉宾尹吉宪先生，大家晚上好。今天呢，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特殊的日子。为什么说呢？就是美国的参众两院呢，现在还正在举行呢确认选举人票联合会议，所以我们呢今天晚上呢，其实，在这次的事情中间呢，其实我是非常受到感动啊！我觉得这个美国的这种选举制度、这种民主制度、这种法治制度啊，让我都非常的感动，更加深了呢。我觉得我们华人呢，应该要如何的参与主流，到融入主流，有了更强烈的使命感。但是我们今天呢，是非常非常的荣幸啊，能够邀请到湾区的这种大佬级的，40年参与美国主流公共事务的这个参与者，也是融入者，尹吉宪先生呢，来为我们讲的华裔融入美国主流，从地方到中央，CBC to a Papa。我想在这儿呢，简单的介绍一下我们尹吉宪先生啊。尹吉宪先生呢，是美国亚太裔联盟加州旧金山大湾区的总监，也是华裔社的共同发起人。他很早很早，1971年呢，就是系统工程及造船学系毕业呢，来到美国呢，就读加州圣何塞州立大学工业及系统的工程硕士。除了这是他的这个本科之外呢，他呢也参与了非常非常多的这个社会服务，就像刚刚我所介绍的，美国亚太裔联盟加州旧金山大湾区总监，还有呢就是曾任Fremont 市华裔社的社长，也是国际扶轮社及曾任 Fremont 扶轮社的社长，也是前 Fremont 市的经济发展委员，也是商会主席。另外呢，就是他是现任的加州经济发展委员会的委员。我想从尹先生呢，今天为我们来介绍我们华人呢如何的融入美国主流，从地方到中央。我们现在就把这个宝贵的时间呢，给我们尹吉宪先生，我们掌声欢迎尹吉宪。各位朋友，大家新年好！非常荣幸有这个机会在这边和各位见面。遗憾是，我没有办法能够和每一位能够当面见到面。我相信疫情过后我们会有机会的。我也知道今天会有很多我的在过去30、40年的战友，我的合作伙伴。
还有我自己的家人，我的哥哥姐姐弟弟，还有我在美国、中国、台湾，我的导师，我的学生，对我今天讲的题目啊，都有浓厚的兴趣，所以非常感谢主办单位啊，提供那么好一个平台。当然，我常常讲这个做义工啊，都是这个自立一个门户啊，没有一个绝对的一个模式。因此，我今天提供的都是自己个人的经验。因此，我欢迎各位啊，在这个会后，或者你们可以用微信或者用 Line， 用各种方式跟我联系啊，我都很高兴听听看各位的批评跟你的指教。在五天以前呢，主办单位举办了一个元旦茶话会，里面要我简要的提到第一代华裔在美国的成功经验。在当天我提到三个主要的因素，其中个人的条件和努力当然是非常重要，而外在因素里面语言的障碍，这个是可以自己去培养，是可以去增进的，而唯一最具有挑战的就是文化差异，尤其在第一代的移民呢，文化差异总是一个很不容易克服的困难。那如何克服文化差异，也就是刚好今天我和各位来分享华裔融入美国主流啊。那么我今天会把我个人经验怎么样从地方上到 county 到州到全国这一连续的我的一个生理路程呢，我更会详细的分析。那当然刚才李金芬提到今天国会的事件呢，令我感到非常遗憾，也就是在我们华裔在融入主流的过程里面呢，是不是应该学习如何冷静理性的吸收不同网络新闻或者媒体，而能够不要盲目冲动的去跟进，这一点是一个很不容易做到，但是也许是我们必须做到。当然我们今天谈说美国是主流，因为我们是移民进来到了美国这个国家，那么尊重他们的制度。虽然今天美国的民主制度啊，可以说是在自由世界里面比较理想，当然不是完全100%的完美。因此在我们融入的过程里面，在我们获得了话语权，我们就有机会去改革，把它变得更理想，这样可以造福我们的子孙。好，我现在需要把我的 PowerPoint 送上来，请给我大概几十秒时间，然后呢我再详细跟各位说明。好，请稍等。各位都看见了吗？李建芬看到了吗？看见了。好，看见了。这个是我现在习惯用的一个明信片，或者我的名片。我有简体的，有繁体中文，有英文的。当然这里面除了左边第三个中美经贸集团呢，是我个人的一个顾问公司，其他的通通都是所谓的义工，而这些都是与融入美国主流社会有相关联的。当然也许看起来比较乱，有人会说李先生你做的那么杂，那么所以请你给我几分钟时间，
在后面我会跟各位分析，这里面都有它的背景跟相互的关联。当然这些职位啊都是义工型的，没有一点薪水，所以头衔对我来讲已经不是那么重要，而我感觉到是一种责任啊。同时我也觉得有这些责任啊，经常给我自己很恐慌的一个心情。我们常常讲做的越多感觉知道的越少，越觉得能力有限，而越觉得前面路子啊有很长一段路要走。我的一生不见得是那么平淡，我在四年前自己画了一个我的在过去美国到美国来46年的一个人生曲线图。这个图让我自己吓一跳。我们中国人常讲啊，三穷三富不到老。我看了自己这个生命的这个过去的这个生理路程跟我的曲线图啊，才发现真的是三穷三富，到现在我还觉得还在继续努力创造第三春第四春。今天我们不谈这里面这些细节，在这里面我要特别强调一个，就是第三个蓝色的所谓人际关资源。而这个人际资源呢，我们常常所谓的就是一个外在的资源呢，就是在我这么40几年到美国来闯，刻意要了解如何融入美国主流，因此把自己放进了不同的环境里面，而就发现人际的资源就是那些专门特地为我提供机会让我能够寻找另外一个起点这个主要因素。当然红的部分是所谓的环境资源，就是在大的环境之下我没办法改变，比如说1985年我2个小时被了掉，比如说当中国制造开始的时候1990年到2001年911发生等等，都是我个人没有办法改变的外在环境的因素。因此在这些环境的因素影响之下，我如何自己能够把自己从谷底再拉上来，完全都在靠人际资源。这也就是今天我谈到在做融入主流的时候，我很荣幸有机会能够得到那么多。那么各位会问我干什么要融入美国主流，一定有一个所谓 motivation。 那我就思考一下有这5个可能性，然后我再谈到从哪里开始。1974年到美国，76年开始到中文学校服务，那个时候来的留学生都是在中文学校，但在这个里面我感受到中文学校被主流的欺压。我当了校长还要经常去为了美国学校老师礼拜一来上课给我打电话说 Mr. Yin we lost a chalk， 一个粉笔掉了，他都要来给我骂我半天。第二个，我在商会的16年里面，在没当到会这个主席的时候，经常被主流的奚落，甚至用很不入耳的口气跟我讲话。我那时候就有一个下了个决心，我说我等到哪一天能够做到你们的领导的时候，你再来跟我讲这些事儿。最后一个，在88年我竞选失败以后，那个时候是我们华人第一代在湾区竞选公职，那时候我们在检讨我们的华人参政有没有实质的草根性，如果不能够融入美国主流，我们选上又能够生存多久。因此我在想从哪里开始，我就想到在主流社会所谓的地区上，就想到3个：社区、政府
跟商界。这个图就把刚才我在过去这三十几年融入主流的一个路线，我分成了四个年代、三个阶段来跟各位分享。好，1988年，我竞选失败，我开始加入在政府方面到市政府去做所谓的义工，参加扶轮社，同时到商会里面做个小小的会员。同时和我们华人的这个社区领袖啊，那个时候我才只有41岁啊，就找了很多大哥级的50岁、60岁的，每个礼拜五早上请他们喝吃东的、喝咖啡。我说，请你告诉我们，华人该怎么做？足足让我们有4年的功夫，到92年，我们才决定说成立了我们自己的叫华裔社。所以88年到92年。是一个起点，是一个在被刺激下感觉到有这种需要，因此呢，基本上是一个负面的心理反应，而不敢有任何所谓的正面的积极的，只是有个念头。我在商会在扶轮社足足待了10几年，而这10几年里面，严格讲有6年到8年的时间，我叫做所谓的这个冬眠时代。我在这两个单位里面，这头6年到8年不敢站起来讲一句话，因为觉得在里面没有一点发言的机会，同时也不敢发言。到了2000年，第二个阶段开始了，市长任命我做 Fremont 的积极发展委员。2年以后，2002年，我竞选市议员。这次竞选虽然也没选上，但是在主流社会里面感觉到，哎，这么一个竞选的人，居然可以跟美国国会这个州议员的儿子同时竞选市议员，儿子输他5%的票。因此在那个时候商会里面就说，哎，李先你应该出来为商会做点事。2004年我成为 Fremont 商会49年第一个非白人的主席。2年以后 Fremont 的扶轮社任命我做43年 Fremont 扶轮社第一位非白人的社长。所以那2年04、06让我有机会开始奠定一个新的基础。但是各位看一下，从88年到04、06年，我足足做了16轮到18年的冷板凳。在同时2002年 APAPA 成立了。因此我把这个2000年到2007年作为一个我第二阶段可以开始在主流社会里面站着住脚，因为我在他的政商和他的社会社区里面都已经做到他们的所谓的领导班子。2010年第三个阶段，加州州长施瓦辛格要找一位在州政府里面经济发展委员，缺少一个能够和东南亚，尤其中国台湾了解在贸易上在经济上如何互动，而又希望能够对地方上对美国的草根对他的政商各方面有相当基础认识的，侥幸的呢，我就符合了这个条件。2010年，州长就任命我做加州州政府当时唯一的亚洲人亚裔担任经济发展委员。在之后过去这10年，2011年到2021年，
我看作是我在融入美国主流啊，能够利用我所有的资源、我的经验、我的人脉，能够发扬光大。这个时候各位看出来，在目前为止，刚才各位看到我那么多责任头衔，你现在再看出来就很清楚了，分四个阶层，地方、湾区、州到联邦。在地方上，华裔社继续的蓬勃壮大，市政府还经常找我回去为 Fremont 长期发展的蓝图提供很多幕后的一个智库 跟这个、建议，待会儿我有详细的说明。在湾区来讲，我现在是负责弗伦社在 Fremont 地区五个社的这个叫做 Assistant Governor， 分管五个弗伦社。阿帕帕我是分管整个旧金山湾区八个分社。到了州政府，我还是继续已经担任三位州长的州政府经济发展委员。同时 Gavin Newsom 在去年12月20号任命我做加州中国贸易委员会的这个总监。联邦是受到联邦众议员 Rocana 任命我做硅谷地区的资深顾问。好了，这四个阶层不同的领域里面，各位看得出来还是保留在30年前社区镇商的领域，那么只不过是级别上已经可以分成这四个，在三个不同领域四个阶层，能够让我继续 在担任这方面的工作。所以这样各位可以看得出来一个比较容易理解的方式。因为今天时间有限，我就先针对华裔社跟 APAPA 这两个做详细的介绍，而这两个有很多地方有它的相关联的地方。各位慢慢就知道华裔社它是一个地区性的，从开始我们就是集中在所谓 Tri-City Fremont Newark Union City， 它是一个点。今天把华裔社搬到 Milpitas 搬到 Cupertino 不见得行得通的，它主要是为华人争取社会上的利益，而所以服务社区是主轴，参政议政为副，当然培养领袖人才啊，一直是我们很重要的工作。好了，相对再看一下 APAPA， 那么 APAPA 是一个全国性的，它是一个很大的面，它需要很多像 CBC 这样的点牵成线然后牵成面，它为华人争取的是政治上的利益，而不光是社会的利益。在这个过程里面，从它的 mission statement，参政议政是主轴，服务社区反而是副的。同样的，要培养领袖人才。好了，如果各位把这两个放在一起，就可以看得出来，必须要取长补短，相辅相成，要共享资源，大家才能一起成功。现在我们先回头来看一下华裔社的这个简单的发展的过程。1992年在我家客厅成立了华裔社，当时我们想说，当然很清楚了，为华人权益谋福利，所以中文的名字叫华人权益服务社。那么英文名字该取什么呢？那当然一般惯例都要套取一个强力词在里面，但是我们说不要，取名叫做 Citizens for Better Community， 简称 CBC。这个名字取得对，对于我们后来在 Fremont Newark Union City 这个主流社区里面能够很快的进入到他们打成一片的非常主要的原因。第二个，既然是华人权益服务社，我们从29年前就已经开始决定要组成所谓大中华社区，无论是土生的台湾来的、国内来的、香港来的、马来西亚，任何地方只要是华人，通通一视同仁。我相信在今天
这种所谓大中华社区的结构和对社区的影响，可能在，我不敢说全国了，我相信至少在北加州还是一个非常不容易见到的。我可以这么说，29年后今天，在 Fremont 的华人当然还有不同的社会背景、政治倾向，但是很难看到有所谓国内来的和台湾在斗，台湾的跟香港在斗，香港的跟马来西亚来斗。因此因为这个主要的社区领袖通通在我们华裔社区，所以这个名字取得好，就叫做融入服务争权益。那么你看到他的 mission statement 写得很清楚， For the well-being of Chinese Americans with emphasis on education, health, business and community involvement， 这里面没有提到一点跟政治有关的。同时在29年我们一再强调是 one community, one world。 那么在这个前提之下，我们所有的活动宗旨都是从华人开始发起，但是目标是照顾到整个社区，无论你是红蓝白黑各种颜色。我们下面列了设了八个不同的 committee委员会，同样的你看不到有任何一个是和政治有关的，从 community involvement, education, health, youth group, business, culture exchange, social 跟 spring celebration。 那么这个是我们有意这样做的，但是对社区的参与，看这个照片，每年 Fremont 在过去二三十年都有举办July 4th 国庆游行，华裔社和代表的和其他相关的华人团队永远都是整个美 Fremont 游行里面最大的队伍。从那边可以看得出来华人对我们主流对华人之间的这个了解跟共识。同时你可以看到照片，警察局新任的局长一上任带着他的一级主管到华裔社来跟我们沟通了解认识。我们在这个 Youth Program 对年轻人活动里面有两个很重要的，一个是 Internship， 一个就是 Toastmasters。 在过去这么二三十年已经培养了很多年轻的学子，包括我自己的儿子现在已经四十几岁，当初都是从这边出来。同时在我的分管的部分里面负责 business， 那么我们成立了 CBC BC， 就是所谓 Citizen for Better Community Business Committee。 那么同样呢，因为 Fremont 有很多高科技的公司，有很多跟中国跟台湾互动的这个活动，我们经常呢也希望在中间牵线搭桥。特别提一下左下角这个照片呢，各位看到那个很胖的是原来的市长 Bill Harrison， 那么后面那部车子呢是 Toyota 当初开发出来一个氮气的这个天然气的一种天然气能源的汽车，因此选定了 Fremont， 然后打电话找到我说我们希望在 Fremont 能够做一个试车的活动，所以这些都是很兴奋的。每一年我们在四月第三个礼拜办一个 Spring Celebration，这个活动呢原来都是为庆祝我们自己的春节，在过去这十几年呢都已经培养成为 Fremont 最主要的活动之一。每年大概都，如果不是今年去年有这个疫情的关系啊，我们几乎每年办的活动都是在300多人到400多人。而最珍贵的难能可贵的来的来宾里面有 30% 到 40% 都是主流的人。在这个活动我们筹款大概都筹在5万块到8万块钱左右，我们都拿出来捐给地方上需要的单位。左下角这个单子可以看出来，那么多
这个受益的单位里面，只有三个白的是跟我们华人有关的。Fremont Chinese School 是一个 ，South Bay Chinese Club Scholarship Fund 是另外一个，其他通通都是主流的。所以各位了解，这个在我们有这样子的回馈，能够帮助地方上的团队。所以也就是为什么他们对华裔社非常欣赏，非常感谢。这是一个很难得，经过十年的耕耘，得到主流社会的肯定。我说我们是1992年成立，头十年不知道该做什么，自己在摸索。在1992年的十月， Ohlone College 每年会办一个他的 Foundation Gala， 然后推选一位所谓叫做 Citizen of the Year。而那一年他们破例把这个奖颁给 CBC， 是在 Ohlone College 他们的历史里面唯一颁给不是个人的一个得奖组。所以我说我们辛苦了十年了，总算得到了肯定了。到今天华裔社已经不再是属于华人的社团了，我们这里面现在有印度人、犹太人，有欧洲的移民，也有 Hispanic， 也有其他的有色人。现在在 Fremont 很多主流的，尤其是跟社区服务有关的民选官员，都一定要参加华裔社，才知道选举的时候有点希望，或者平常呢也希望能够参与。那么各位会问，我们当初怎么做，用什么方式能够所谓向下扎根往上结果？我跟他说，我们头十年了，自己在摸索又不知道该如何去做的时候，我们想出来了，在主流的社会里面，社区里面有那么多官方或者民间的组织，这些都是对地方上有深厚影响。因此我们从那时候开始发掘培养领袖人才，送到每一个单位里面去做义工，到 Water District， 到 Rotary， 到 Lions College Board， Chamber of Commerce， 每一个你可以想象到的地方上的服务单位，无论是公营的或者私有的，都有 a public member 在里面做义工。同时在那些单位服务的时候，就慢慢的在里面往上进入到他们的管理阶层。所以后来的19年就开始看到非常显著的绩效，也就是说我们往下扎根了十几年，往上结果这过去十年。我先给各位看一个名单，这个 slide 的下面，二十年来 CBC 培养出来的社区领袖，我做了一个总结。一个 congressman 就是 Rokana， 一个市长，两任副市长，六任的市议员，五任的学区委员，一任的 college board hospital board， 两任的 chamber 主席，从我开始跟另外有七个当过 Rotary Club 的 president， 当然还有其他的。在这过程当中，世界日报很客气呢，就写了这篇文章，称呼我们三个为华裔社的三剑客。那今天呢，这两个，一个是我的牙医，一个是我的内科医生，我说我是受益最大的。那么三剑客里面呢，我年纪比较长，所以当老大，然后呢老二是赵牙医，然后这个 Albert 呢可能最年轻。那这两个专业的这个医生呢，反而变成我最好的朋友，最好的战友，也是我最好的医生。在这个过程当中啊，
白人趁甚至跟我们讲，主流社甚至跟我们说，他说你们华裔社像个地下政府啊。但是我现在看看这个名单呢，我倒感觉到我们是地上政府。到今天呢 ，Fremont 的市议会里面，六位市议员跟市长，有四位是我们华裔社的理事。所以你说我们在华裔社开我们自己的 board meeting 的时候，有很多所谓 Brown Act， 那么有很多政府的规矩啊，我们还得注意到。这是一个很兴奋的一个事情。好了，现在下面呢，我就来开始和各位介绍阿帕帕。当然，在我没有介绍阿帕帕的时候呢，我希望在座的各位朋友，如果您是住在 Fremont Newark Union City 附近的话，欢迎你来参加，希望你也能够一起为我们这个社区打拼。阿帕帕在1992年，刚好是在20年前，由我哥哥尹吉成、我的嫂嫂黄春芳，两位都是在国内，我也在国内出生，我们在台湾长大，还有其他好几位热心的人士，包括朱伟仁先生、龚新宪、Ken Fong， 合力的成立了 APAPA。 当初的目的就感觉到在美国的主流社会里面没有一个华人自己的组织，但是华人本身在整个美国主流来讲数字还是非常小，因此我们决定包括亚太裔在一起，因此 取的名字叫做Asian Pacific Islander Americans， 亚太裔公共事务。三个主要的方向 ：inspire、engage、empower。那么，这个各位都可以理解我们的出发点跟这个原因。好了，那我们的目标呢，有四个方向。各位看到下面 voter development 包括 voter registration、 voter education 选民的教育、选民的登记，然后 leadership development 包括 internship、 scholarship， 然后 appointment， 这个我待会会跟各位详细再说明一下，包括我个人在内，我这一路来都是由市政府、县政府跟州政府的 appointment 而有机会为社区服务。最后一个是 partnership and outreach。 这个图啊，是我自己在几年前综合我对 APAPA 的认识做出一个图表让各位了解。上面就是 APAPA 的 mission statement， empower API Americans in civic and public affairs through educationactive participations and the leadership development。 那么最下面是我们所谓的 citizen， 就是你我都是先是公民，然后再登记变成选民。当我们有选票的时候，我们手上握了两样在民主制度里面最重要的资源，一个就是票，一个就是钱。那么各位看右边就是这个票发生的作用，这个票是拿去投，你投给无论是议题或者是候选人，那当这个候选人被选上以后，就做到最高的所谓 elect official， 那或者是你是经过 appointment， 像我是经过几次 appointment， 然后呢能够做到州的经济发展委员。那么以后有空我再跟各位分享说 elect official 跟 appointment 之间有什么区别在。而左边一半就是我们的钱，以往传统的华人早期的都是被他们称为肉包子打狗，选举时候来找我们要钱，投
捐款以后选完了拜拜。因此我们发现这种方式对我们来讲是一个浪费资源，因此我们怎么样能够把这个钱集合起来发生最大的功能，然后可以用在当时合法的用在无论是议题或者候选人身上。因此 APAPA 成立了一个 PAC， 那么有一部分的 corporate sponsor 就把这些钱可以捐助给我们右边刚才我提到所有这些 program， 从最下面的 scholarship internship voter registration 一路上来，这些都是由这个我们募来的钱来捐助，让我们每一个地区有自己足够的经费来执行这些工作。今天全美国四大区域里面一共有30几个分社，这几个分部大部分都是亚太裔多的地方，比如加州、美国东北角、东南角的佛罗里达，还有南边的 Texas。 那么当然我们一直今年是希望能够要大力的推动增加20个不同的所谓 chapter。 在全国的组织里面，最上面所谓 National Governing Board， 那么下面就是分几个区域，画红的虚线的就是我们所谓 Bay Area Region， 湾区的这个。那么在湾区来讲，我们现在已经有的是6个分部chapter， San Francisco, Oakland, Fremont, Tri-Valley, Palo Alto 跟这个 Silicon Valley。 那么红线的部分呢，是我在过去一年准备继续开发，成立我们的理想是要成立一共12个 chapter。 当然这里面我提到了我们做 voter registration voter engagement candidates forum， 我们做 voter engagement town hall meeting， 这个是我们前年办的非常成功，叫做 Women in Power，邀请了3位民选官员来我跟我们分享他们的这个从政经验。 Internship 是我们主要的活动之一，这个图是前年我们在整个旧金山湾区每一个社每一个 chapter 都有自己的 internship program。 那这里面我们要感谢 CLUSA， 也就是朱伟仁先生创办的 CLUSA 给予我们很大的支持。另外我们也有特别的 Youth Leadership Program， 比如说这个是 YAPA、在 Cupertino 成立的时候我们也跟他们做很大的支持跟互动。同时我们经常办 Community Leadership Training Workshop， 这上面这几位你们大家都认识。这个就是我们所谓 community partnership， 我们鼓励每一个 chapter 要透过其他的 non-profit organization 非盈利组织，经过我们不同的 program， 几乎可以接触到在这当地的其他任何相关的，从 college 到这个不同的组织、不同的活动。这就是我们所谓的要所谓 network outreach， 那么所做的所谓 community partnership。 左下角是一个例子，前年我们 Oakland chapter 集合了 Oakland A's 棒球队，还有全美国这个房地产的协会，还有其他的银行，我们组成了一个 partnership program。 那当然我们也注意到所以大家在经济上面的需求，我们也经常在办所谓 business workshop。 在很多大家义工的努力之下，我跟各位看一个下面这个表，在19年前
APAPA 刚成立的时候二十年了，在整个加州只有一位是亚太裔的政府官员，只有一位哦。到今天各位看，在联邦有十位，在加州的 State Controller Treasurer 你们都认识他们 Betty Fiona Ma， 在参议院众议院加州里面一共有十九位亚太裔的民选官员，在整个加州有超过一百个 Judicial Officer， 也就是在跟法院相关的工作，就是能够做到所谓的法官之类的级别的工作。这个是今天早上的《世界日报》，等等，我特别拿出来。加州检察长空缺，亚太裔再发生。也就是说，今天有机会了，我们亚太裔一定非常团结的向州长推荐，希望他能委任一个亚太裔的加州的检察长。当然我讲了，从整个数字来看，亚太裔就不要说华裔了，亚太裔在整个加州来讲还是一个很小的数字，在百分比上来讲，所以我们需要加点努力啊，争取我们的权益。这边我要特别介绍这位女士，她叫 Mona Pasquale， 她是现任的 California Appointment Secretary，套句中文的话叫做任命官呢，也就是在州长要寻找的官员里面或者 commissioner 里面，所有的履历表申请表通通要送到 California Appointment Secretary 手上，然后由他的办公室筛选初选，然后再推荐给州长，放到州长办公室，由州长办公室圈定以后再送交这个加州的众议院跟参议院的认可。这一位女士呢，刚好就是十年前我被任命做州这个经济发展委员的时候，她是当时的副州长，也是我的直接领导。所以这十年来呢，我们一直保持很良好的关系啊。那么她是菲律宾裔的，也是我们所谓亚太裔的。因此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会建议各位，你们如果有兴趣担任这个 appointed position， 请你呢，不要客气，随时跟我联系。我们可以从市里面到 county 到州政府。当然，这个 APAPA 也做其他相关的跟华人有关的，譬如说，在五年以前，为了庆祝华人建立美国铁路的这个完工250周年，对不起，然后在北京办了一个仪式。那刚巧那天我哥不能出席，就派我呢代表他飞到北京参加。这个最近加州这个山火很厉害，同时这个疫情的关系啊，因此APAPA也从事了很多这方面的工作啊，这我们觉得都是我们该做。最后我要跟各位介绍一下，对不起，抱歉。在从事那么巨大的一个工作，如果没有足够的经济资源是很难的。以往都是靠知名的企业给我们捐钱。从去年开始，我们策划要建立自己的所谓基金会。因此各位如果觉得我们做的工作很有意义的话，欢迎你们上网
无论今天你是捐20块、200块或者2000块，我们都是同样的感谢。同时我们也成立了 Endowment Fund， 希望建立一个10 million 1000万的基金，作为华裔社长期发展的一个基础。所以这点也是要感谢各位。好，当然这边也讲了，这个会费啊最少只要20块钱，因此各位可以上网登记啊，无论你是在任何地区，我们通通愿意接纳你的意见，接纳你的资源，大家一起来改变我们华人 的命运。下面我还有大概10分钟时间，再介绍一下我在其他方面的参与。除了谈到 CPC， 谈到 PAPA， 那各位也知道我在其他方面也有非常深入 的介入，这也都是所谓的主流，融入主流的一部分。那么这一页我特别介绍一下这个商会，所谓 Chamber of Commerce。在美国每一个城市，大大小小都有一个商会，而在 Fremont 的商会，它的结构是远超过市政府市长之上。在 Fremont 的所有的会员里面，企业会员里面，市政府只是一个会员，整个学区所谓 school district 是一个会员，整个 Washington Hospital 是一个会员，整个 Ohlone College 是一个会员。所以各位想，如果今天我是做商会主席，在我要遇到社区上很困难的问题的时候，我就有这一个比较超越的立场跟位置，我能够请市长、学区委员、总监、学校校长、医院的院长到我家喝咖啡。因此在这种情况之下，我发现呢，商会在地方上的影响啊，有非常非常超乎我们平常所了解的。2004年我当上商会主席，那天我的感触很深，我不是跟各位说了吗，坐了16年的冷板凳呢。我在那天的 inauguration 就职典礼上有500-600人参加，我走上台，我第一句话就跟各位讲， It took me 16 years from that seat to this podium， 我从那个位置走到我的讲台走了16年，今天站在你们面前这个人看起来不一样，说的英文也不是很好，但是我让各位知道，你让我现在下台还来得及，否则的话你给我1年的时间， I will make the difference。 我上台以后，我用4度空间的思维模式，当时这位美国通的这个记者就访问我什么叫4度空间，当然今天没有机会讲太多了，不过跟各位讲，就是那个时候各位想象，我就在一直在找那一位当年10几年前指着我的肩膀骂我的那个人，或瞧不起的人，我甚至想说你现在再让我碰到，我就告诉你说 I made it， How about you？ 那么也就告诉各位啊，有了这个话语权呢、啊，当然你就有你的这个社会地位。Fremont 整个发展，我在这边做了40几年，我经过各个层面的接触，市政府从最早请我做 Planning Commissioner， 对不起 Economic Development Commissioner， 后来2011年我到州政府去了，在2013年也就大概7-8年前，市政府开始希望要把 Warm Spring 这个地区整个重新规划，就打电话
市长把我从塞克门都请回来，然后呢他就给我看他们当初啊这个浅黄色这个区域是就在 Bar Station 附近这一块。我说你们想发展什么，他说你认为 Fremont 需要什么，我说 Fremont 需要 Green Technology， 绿色产业。那个时候还没有 Tesla。 那么他说呢区域该怎么画，我就完成了这个新的这个土黄色这个区域，而把原来规划的那个黄的区域作为第一期。各位已经看到 Fremont Warm Stream 过去这六年的变化，那是我们第一期第一个阶段的成果。当然我对 Fremont 的第二期第三期也有不同的方案，那这里面呢我要感谢世界日报跟星岛呢给我做过很多的报道，尤其这一篇呢隐疾线绿色梦想成真呢给我写了很多整个一页的报道，感谢他两个报纸。在福伦社里面我也跟各位提一下呢，实际上我在台北念中学的时候就已经参加了国际福伦社的，那个时候叫做 International Youth Club， 现在叫做 Interact， 就是现在福伦社会每一个社都要所谓 sponsor， 要支持一个高中，每一个高中里面都有 Rotary Club。 那么我那个时候在台北成功中学念书的时候，就校长送我去到了福伦社里面去工作。所以在今天在旧金山湾区甚至硅谷地区，福伦社里面这些他的这个所谓年资啊，比起来大概很少还有超过我的。我常常讲说我的年资已经有56年了，从我17岁开始。那么这个社当初1988年我进去的时候，我是唯一的第一代的亚洲人。所以为什么我在里面有六年不敢站起来讲话，也就知道当时的所谓福伦社都叫老白男的，老的白的男的，每个大概都比我大十岁十几岁，现在都是八九十岁的人。因此我从开始呢都称他这些叫做 brother uncles。 这福伦社在88年到现在一共有1988到现在有32年了。今天的 Fremont 福伦社里面38位会员有14位都是华人，占的比例之高，在任何这个城市里面福伦社的总监都来问我 Mr. Yin 你们这个 Fremont 怎么做的，我说我要感谢那么多华人呢、能够出来支持。我最感到兴奋的是在我当社长那段时间参与了福伦社的工作，从地方上把我们的爱心把我们的这个经济资源呢、远远送到云南的爱之山区里面。那么这个是和何大一和姚明呢有相当的关系，因此那个时候美国的报纸也写了一篇文章报道叫做 Battling a Killer， 因为艾滋病当时绝对是没有办法治疗的。而这个项目叫做 SPAN， S-P-A-N， 实际上是 Stop Pediatric AIDS Now， 就是把我们能够募到的钱，我们三年一共募到$100,000，2006、2007、2008，交给何大一教授，拿到云南的爱之村里面，能够建立三个不同的这个所谓的防疫站，然后呢，由他研发出来的疫苗，给当初在云南这个所谓金三角地区很多怀孕的母亲出生的婴儿通通都有艾滋病，
因此呢，在他们出生的时候，在几个月以内马上给他们点上疫苗。那每一个工作站需要$30,000，当时我们完成了三个站。这个项目更有意思是说，当初我们的社只有1700块钱，所以当何大一教授说我们现在还缺30,000多块钱，第一年，我马上就举手说好，我们 Fremont 福伦社愿意资助。当初站在我旁边的这位，各位认识他 ，Nina Z， 就说：“哎，社长，我们只有1000多块钱，你怎么就答应30,000多块钱的事情？”我说：“我们先答应再说吧。”但是后来我们还是做到了。我呢，回来以后我们开始筹款，然后每年筹到30,000多块钱就交给何大一教授。现在我是负责福伦社这个区叫做 District 5170，然后下面一个叫 Area 3B。我从明年7月开始正式做 Assistant Governor， 然后我要分管5个不同的福伦社。这其中我感到最兴奋的就是 Fremont 有自己的华人福伦社，这个是在6-7年前成立以后，现在做的火红火热。哎，刚巧各位看那个照片，下面就是福伦社跟这个路桥基金会啊，在最近一次合作的，在游民的导航中心给他们做送餐。我看到这张照片，我觉得真是有缘呐、啊，能够让福伦社和路桥基金会合作。那么当然，这个在加州经济发展委员里面，我已经是三朝元老了。在当中呢，我也不会闲在这边不做事、啊、那么最早的我一个项目就是把加州的红酒，也就是右上方，我把这个在2011年我上任的第一年，我就到中国跑了5-6趟，然后呢做出这么一个研究报告，题目叫做 What's happening with California wine in China， 拿回来以后就交给刚刚那个 Mona Pasquale， 他是我的领导，他一看哇那么厚一叠这个报告，哎，他说我没有时间看，你就给我一个字好了，总结如何？我说 lousy。 所以从那个之后，加州开始说，哎，加州的红酒怎么样才能够销到中国去。在另外一个机会，加州的众议会要我参加他们的听证会，发表一下我个人的看法。至于说中国到送到美国来的光伏能板，太阳能的光伏能板到底应不应该加税，因此当初呢我就做了这么一个 PowerPoint， 叫做一个 Tug of War、啊、叫做拔河比赛、啊、中国和中美之间呢针对这个太阳能板做了一个拔河竞赛，我的看法，那我的结论是不该加。在过去这段时间，我选了智慧农业作为今后加州和中国合作的一个很好的方向。虽然贸易战针对的这个所谓 chips semiconductor 半导体，还有所谓的 5G 其他比较敏感的题目，那我个人一直认为智慧农业是加州很特有的资源。在过去2年，我已经组成了3次的代表团到中国去访问，讨论怎么去把智慧农业促成加州跟中国之间，这个也得到州里面众议院参议院的大力支持。去年应该讲前年了，1年多以前，12月20号，州长 Gavin Newsom 批准了我们在 APAPA 下面成立加州中国贸易委员会，然后由我来担任总监。在12月20号，左边这个图，州长就接见了我们整个委员会，现在的主席是许大林教授，而我是总监。然后再过了3个礼拜，右边那个照片就是现任的副州长和我们吃午餐讨论，就没想到3月份一个月以后疫情就发生了。在这里我要特别强调一个
最保守的大秘密。今天在座的有一位博士叫做 Kevin 赵博士，还有好多都是跟我们在一起。今年三月份疫情发生的时候，州长因为比亚迪口罩的因素受到媒体很大的压力，因此他就需要由这个有经验有资源的所谓的非盈利机构。据我了解，这没有一个公开的数据啊，据我推测，我代表的团队大概是三个到五个其中一个。所以在三月二十几号由我开始，在后来的六个礼拜八个礼拜里面，我带领了十五位义工，每天工作十六个小时，早上七点到晚上十一点，帮助州长的办公室里面叫做 OES and DGS。 OES 就是 Office of Emergency Services， 到中国去寻找合资格的而价钱又合适品质又优良的 PPE， 从口罩防护服一堆东西。因为当时受到媒体的压力，这个事情不可以公开，我们这默默的工作了我说每天十六个小时，然后每天要开五次会议，每天有不同的这个。而困难在于说，当初因为州政府的环境的压迫，不能够提供我们任何的金钱上的承诺，只能说我告诉你我明天需要什么东西，我下个礼拜需要什么，你要去答应给我找来以后运到了，到了加州的仓库我看合格了我才付你钱。这个在国际贸易上里面是非常不可能做得到的，但是我们在这种条件上我们非做不可。我可以告诉一个总结，到最后我们最大的一个订单是 100 million， 100 million 是多少啊？百万千万亿啊，百万千万亿，一亿个口罩，一个单子，但是规定要在25天完成，因此我们要找到投资人跟整个团队，每天两架飞机，四个 million， 每天四个 million， 四百万口罩，每天要运到加州，进到仓库里面，连续25天做到100个 million。 所以这点我感到非常骄傲，我们的华人呢能够做到这个使命。这点这下面这个是我和我为这个国会众议员 Rokana 在美中贸易上面经常举办这个座谈会的一个资料。下面呢很简单的，我要感谢很多媒体啊一再都很照顾我。各位看左边那张是很有意思，在20年前 August 就访问我说 Henry Yin is the face of Fremont's future， 也就是说他们已经估计20年以后 Fremont 会是亚洲人的天下。这就是当初的一个预测。那么到十几年前他访问我的时候就说 Henry is California's man in China，当然我不是正式的代表了。那么另外这个 institutional investor 是一个国际性的投资人的杂志呢，也在六年以前访问我关于这个在硅谷的投资，中国方面的投资与合作曾经访问我，谈到所谓的问道加州。那么还有左下角那个是也是国内一个杂志啊对我特别的报道。好，最后结论，我希望各位听完以后，这是我个人的经验，不见得对啊，融入啊不光只是一个参与，因为参与只是行动，要加上文化的交流，要达到互动的方式。参与了融入啊是有自尊的，不需要放弃到自我。我到今天我给任何美国人发的电邮里面一定下面有我的中文名字，
现在很多华人主流的人问我说，尹先生你这个中文名字该怎么念，所以我不放弃掉自我，是由积极的介入，经过彼此的认识，被接纳、认同和尊重，当然最终的目的争取应有的平等权益，在中文叫做平起平坐，因为我们常常讲叫 rub elbows， 而实际上呢就是 if not at the table only on the menu。 那么各位常常听到这句话，就说如果今天我们不能融入，不能跟他平起平坐，我们没有办法在桌上我们要点什么菜是我们来决定，而我们只能是在 menu 里面被人家选择的，这就是所谓这个融入主流的一个整体的概念跟思维和我的做法上面。我想今天很杂杂乱乱的跟各位分享那么多，非常谢谢大家。好，主办人李金芬，如果有些什么问题我们积极回答。好，谢谢 Henry， 谢谢尹其宪先生哈。那如果观众们哈，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也可以在这个 chat 里面，或者你用 Zoom 的这个举手的功能哈，来提问哈。那也非常感谢哈，那个尹先生给我们很详细的介绍了这些事情哈。那印象非常深刻哈 ，CBC 是在 Fremont 是非常有名的。那我们前面也请过 CBC 的，像您刚才提到的哈，那个王彦邦医生也来过我们讲座，办过讲座。那个 Charles 刘也是做过 CBC 的会长是吧？主席还是会长哈，也来过我们的讲座，印象非常深刻哈。那 Papa 是一个全国性的组织，那更是非常有名哈。那这几个例子啊，实际上是对我们华人参与这个社区服务，参与这个华人主流啊，都是非常有启发性的。谢谢 Henry。我们看看有没有什么问题。那个尹先生。尹先生，我觉得今天非常谢谢您，就是从 CBC 呢一直介绍到 APAPA， 给了我们一个很明确的一个蓝图，就是说我们如何运用我们周边的这个资源，然后呢有一个理想，然后一步步的脚踏实地做起来。我现在就有一个问题，就是想请教您的，就是说因为我们大家都在培养一个 leadership， 培养一个未来的领袖人才。我们如何来在这么多的芸芸大众中间去挑选未来的领袖人才呢？你可不可以给我们大家做一些提示呢？感谢你，我自己都不是一个领袖人才啊，我不敢讲说，因为我也是在一直在学习当中啊，磨练自己。今天在座，我相信有一位，这个有两位我相信或者更多的啊，我可能不是都每个都认识啊。那么有这个Marshall Glanco， Marshall are you there？ Marshall 可以招招手吗？好，还有另外 Kevin 赵博士也在啊。那么这两个我就可以很简单的拿出来做一个简单的例子啊。当然领袖人才啊，有些是天生的，有些是要培养的。那么所以我们在 CBC 无论在地区上或者在全国，我们都在经常在寻找所谓的领袖人才。那张这里面呢，我前两天我记得在群里面和李金芬分享过一句话啊，我说有德有才是上选，有德无才可造就，有才无德捣大乱了，无德无才啊是小捣蛋。
所以通常来讲，我在领袖人才的选里面，当然最好能够找到有德有才的，像今天在座很多，那我可以马上看到的 Marshall Glencoe 在 Tri-Valley 把我们 Tri-Valley Chapter 做得相当好。那么我也才不过认识他两三年的时间，然后 Kevin 赵博士在我们做 PPE 里面成为我们的 Quality Inspection Quality Assurance 的这个把关者，那这些都是很有才华，但是也许都没有机会呀、啊，让他能够表现。所以我想我们可以找一天找个时间呢、啊，一下。当然不同的社团不同的工作需要不同的人才啊。那么当然在义工里面呢，最难的就是怎么样能够让这个人才能够付出自己的精神时间还有金钱。像爸爸现在全国三十几个分社，我们今年还增加二十个，怎么样再去找到二十个人才能够成为其他二十个 chapter， 这都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好，所以我想简单的我就把一个基本的原则，我刚刚讲的所谓德与才的兼备啊，跟选择作为一个我们初选的一个选项的一个考量。好的，谢谢。我们接下来请 Tom 啊， Tom 举手了，请 Tom 来发言。李先生你好，我现在讲的大家听得到吗？听得到，请大声一点。李先生你好，那个前面你一直讲到就是说之前做的这些事情啊，我大概听起来都是在帮咱们这华人社区啊。然后我想有一个想请教的问题，就是说前几个月大家应该有印象哦，就是关于一个法案 Prop 16， 然后我们Papa 当时是站在支持的这个角度的，因为像刚刚你讲的前面讲的那些，就是说总结起来就是说我们华人通过我们自身的努力，我们可以得到社会对我们的尊重，应该得到，而不是说我们把自己啊就是打扮成一个就是说一个弱势群体啊，或者是利用就是所谓的这些什么肤色啊或者这些特权啊来获得。所以我就想跟您请教一下，当时Papa 支持 Prop 16是站在怎么样一个角度呢？是不是您对这个 Prop 16是有一所误解还是怎样？第一个呢，我要抱歉呢，因为这个议题啊相当复杂。如果你有兴趣呢，我欢迎你能够单独跟我打电话，然后我找到 Papa 里面负责这方面，我们有所谓的 strategy policy， 那么我会请他给你当面解释为什么当初 Papa 在你这个选择这个立场啊。那么这里面不是我今天我自己三言两语可以讲完的，好吧？所以很抱歉。那么我会请主办单位提供给你我的联系方式，然后你给我直接联系，或者我们在群里面你可以直接找到我。啊，我这边打个岔，我看到 Herbert Chu 赵医生 ，Herbert Chu 你有机会露脸让大家看一下，他是我们华医生跟我一起的三剑客里面的第二剑客，同时也是华医社我们这个跟我一起创办，同时也是现在福伦社或非曼福伦社现任的这个社长，Herb， 你在吗？我在。感谢你参加。感谢。没有，不是，我觉得你今天讲的很多，这是我服务社区的一个共同的出发点啊。我的中文讲的不是很好，对不起。我从小我也生在中国大陆，在香港长大。然后在美国也很久很久了，我1974年就来美国，所以中文呢有的时候可能词不达意吧。那我想刚才 Henry 讲的好几个，就是说做这种义工的事情，我想最重要就是要有一个 passion 我想刚才也有会提到的 leadership， 我觉得如果我个人来说，我 leadership 的第一就要有一个 passion， 就像 Henry， 就像在座很多的李静芬，然后像 Wen 一样，你们就有一个 passion。
只要有这个 passion， 只有一个 passion 的话，那我想万事都比较容易。当然像 Henry 讲到有才有德或者是有其他的能力，这个是重要，但是我觉得 passion 是最重要的，这是我个人的看法。那我也很荣幸跟 Henry 认识那么多年，然后有从 Henry 的那时候从中文学校啊，我第一次参加我的可以说是医牙科讲座吧，对不对？从那时候开始，那大概87年左右，然后就跟着 Henry 一直在正社区，那也学到很多东西。我不是说什么像 Henry 做过那么大的大事情，我都是小事情做起。我觉得我自己有能力的我就做，如果没有能力的，那就是有很多更有能力的帮我们做。只要是大家团结，只要是一砖一瓦的话，从基层开始，5年、10年、20年、30年，我们就可以建成一个高楼大厦。这是我的看法，就是。谢谢 Henry， 你今天讲的很好，我也很感动。你也谢谢哈尔，这个我也知道这个，Charles 刘也在上面啊。Charles 是我们下一任的社长，也是福仁社下一任的社长，也是 Fremont 这个 CBC 的这个也当过这个社长。Charles 刘今年选市议，去年选市议员，虽然没选上了，但是他对社区参与也是我非常敬佩的。这个还有我也看到很多好老朋友在上面啊，我也看到对了，我的哥哥嫂嫂也在，我弟弟也在。CC 在吗 ？CC。Regina 在吗 ？Regina， 等一下，他 mute 了，等一下啊，可以。我想如果有两分钟时间。Regina， 麻烦你，各位 ，Regina 是我的嫂嫂，也就是这个 Apapa 的 founder 之一，是现在我们的 endowment 的这个幕后主持人。Regina， 麻烦你讲两句。OK。OK。C C 好，大家好，谢谢你 Henry， 我看到你的。嗨，大家好 ，Betty， yeah， wonderful， yeah， 哦 ，Hi C C， 我是对这个我弟弟是很欣赏的，他这个看起来比我年轻的40岁，其实他比我年轻多少岁？20岁吧，是吧？是你看头发这么好，你看。好得很，是是，你看，厉害不厉害？啊，我那个你亨瑞就你在这个社会服务，我们到美国来的时候，亨瑞来的时候，去这个住在我们家里的时候住在 Belmont， 我以后就搬到这 Fremont 去了。他说45年了，差不多。那个时候 Fremont 还有就几个中国人，说他就开始就让当地选这个学区委员，我那时候也不懂啊，还在做工程师啊，就是跟他支持他，他从来就在台湾的时候读中学的时候就喜欢这个为社会服务，所以说他是我们家里面这个第一个为社会服务的兄弟。后来这个做这个 CBC 的时候也是叫他说 CC 啊，你这个你不做你可以支持嘛，所以我就到他家里给他送汉堡，他的院子后面Fremont 就开始跟他学习要做汉堡。这个在这边我要感谢我所有的在支持很多，对，谢谢。所以做这个社区服务的工作，其实家庭的支持是很重要的，对不对？所以 Henry， 你是很 lucky， 有除了你自己本身的条件之外，你的 family 都这么支持你。我觉得 CC， 我有一个问题啊，想请教 Henry 跟 CC 啊，就是说我知道 Papa 现在做到全国性的，而且做的是
等于是领头羊一样，就是说像很多我们现在湾区很多年轻人呢都想往这一方面去发展，你对我们这些所谓比较年轻的社团，就是很多年轻人，你有些什么鼓励的话或者是建议吗？ Cici, please. Is it Betty? Yes, yes, yeah. Is that Betty? Yes, Betty 袁。是 Betty 讲话。对对对。是呀。是。Betty, yeah, sounds like you. Sounds like you. Yeah. Because Betty has a lot of power. I know that. 那个后来这个 Opera 王啊，给 Henry 建 CBC 啊，也是鼓励啊 Papa 的这个前辈，也是我们的榜样。从那边才说，我们可以把全国就像 CBC 一样的，我们就照着抄。假如全国可以做几一百个、一千个，啊，在我们全国就可以加起来，每个城市里面就很成功的话，加起来我们就有力量了，就有政治力量，是为了保护华人亚裔在美国的权益，也是帮助美国啊更能够变成更好的国家，所以这两个利益是完全同样的。所以说我们跟 CBC 的想法一样 ，Citizen for Better Community， 就是说我们华人要在美国呢，不是来跟人家斗争竞争啊，或者是把别人的饼拿来吃，我们是把美国的饼做得更大，做大了以后呢，我们就拿我们的 share 告诉说我们建立了美国，我们要受尊敬，我们要有政治权利，有这个经济权利啊，有个人的这个就尊敬，再加上中美关系也要很好，因为常常这个我们在美国长大的这个美国人就说你不可以爱你的国家，但是他们喜欢爱德国、英国、法国都可以的，我说这就错了，这是不是美国的精神？美国的精神是要平等自由，不但是种族平等自由，世界上人也要平等自由，因为美国是领导国家，我们要领导世界。我们中国人现在到美国这一批六十年代来的人是我们的责任，就像 CBC 一样，所以这个想法是一样的啊。Betty， 对不起，你刚刚讲我忘掉你的问题，关于我的问题就是说，我的问题就是说我知道Papa 呢，就是说今天是全国性的一个组织，那我们想要了解就是说目前为止呢，听得见我讲话吗？听得见。对，非常多的年轻人呢也很想一起参与这个公共事务，也能够服务社区。那站在这个领头羊Papa 的角色，您觉得要怎么样子来帮着我们这些志同道合但是还是力量比较小的组织，怎么样带着大家一起把这个饼做得更大呢？我这边的不稳定，我在乡村里面听不清。那 Henry 你回答一下吧。Henry 你回答一下吧。我想在座的大部分都是在湾区啊。那么我们在湾区需要有那么多，严格讲长期了以后啊，每一个城市都可以需要有一个 APAPA chapter。就像今天 APAPA 跟 CBC 的关系，在 Fremont 觉得它是一个 partner。我常常讲要取长补短，相互支援。地方上的社团像 CBC 一定保留它的本色，一定保留它的特质，一定有它的自己的草根性，地区上的议题地区上来解决，但是如果资源不够， APAPA 可以从上面来支援地区上。同样 APAPA 在处理全国议题的时候需要地方上的资源，有点呈现层面。因此今天各位无论你在任何城市，如果你们已经有自己很好的自己的社团，譬如像 CBC 这样，但我讲了 CBC 不是绝对最好的，只是我们试验成功了，对非盟地区来讲是非常合适的，那么在别的地方可以有不同的模式，那我都很乐意到你们城市来帮你们把这个区域的自己的社团做好，同时也能成为一个APAPA的一个种子社团。
那么这两个绝对没有冲突的，我刚刚讲了很多啊、嗯、那么我今天现在这边也看到那个这个Sherry Hu刚刚选上的这个 Dublin 是不是？那么当然我今天没有机会啊、哎、介绍你、哎、是的啊、那个、欢迎 Henry 您好，我实际上我们非常需要跟您学习，看怎么把我们这边山谷地区社团这边像 CDC 这样类似的和阿帕帕结合起来，帮我们这边也做一些草根性质的培养工作。没问题，那边的 Tri Valley Chapter 我们那边的这个主席 Marshall Galanko 也在线上啊，那么你可以跟 Marshall Galanko 或者你跟我联系，我会帮你和 Marshall Galanko 那么还有他们的这个 President 叫做 Margaret 啊 Margaret Wong啊、跟他们联系好吧，他们叫 Tri Valley Chapter。 我认识那个他也是、这次也是帮我做了很多的竞选工作 Margaret 那样、嗯、是非常感谢、还有那个安迪里 我们都非常感谢他们、如果你们在那附近你们不知道有哪些资源的话，你随时跟我联系、无论你在湾区或者在其他州，我们都有办法能够把这个资源提供给你。同时更重要的我讲了第一个原则，一定是让你自己的当地的社区的社团一定要壮大起来。对，如果今天在 Tri-City 地区 CBC 不能做好的话，那同样的 APAPA 在这个地区也做不好啊。那么我在刚刚提到这个福伦社呢，那今天很高兴我看到 Charles 留在上面，他是我们下一任明年七月份的社长。在 Fremont 的福伦社去年今年明年连三任的社长都是华人，这个现象在任何福伦社都没有发生过，就主流社会里面。所以为这个事情我自己还去向很多以前白人这些领导啊去跟他们交流，我说哎，你觉得这样子会不会不太好啊，他们说有什么不好啊，你们能够做得那么好，你们不但参与，你们能够融入，你们同时能够为社区服务，对我们来讲你们根本都跟我们一样，这就我刚刚讲的所谓的被接纳，关掉给我们的尊重啊。 Charles 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Charles 又关掉了。好，等一下他如果有机会再上来我再那个。所以我想就说各位不要放弃。 Charles 上来了。 Charles unmute。 Charles 你要把声音打开 unmute 没有，你们有没有意思 OK, all right. 我是那个需要得到你们的 unmute 的许可才能够 unmute。 首先那个非常感谢这个路桥基金会和这个静芬姐主办的这个活动。桥路基金会好吗？桥路基金会对不起啊，那个其实我已经参加这个你今晚的这个讲座很久了，因为刚开始的时候是用 iPhone 参加的，所以这个Henry 大哥和你们可能都没看到我的名字出现。那后来我就把这个链接呢转到我的电脑上，那我参加了就名字就出现了。那 Henry 对这个 CBC 的和其他组织的介绍呢都介绍得非常好，非常非常全面，我甚至还学到一些新东西。虽然说我对这几个组织都已经很了解了，但是呢经过这个 Henry 今天一个比较深入的这个介绍哈，又还学到更多新东西，真是I'm very impressed。 那我这边因为你今天有这个主题是主流社会嘛，那我也想问一个 Henry 一个非常相关的问题，也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就是说现在我也很高兴看到今天这个话题有兴趣的人就100多个人都参加了。那么有关主流社会的我们听到也很不少声音啊，有一些是甚至我亲戚啊他们这样跟我讲，他说因为你在美国嘛，你赚到钱赚到大钱的你自然就是主流社会，同时你干嘛去搞那些这些东西，你看而且现在呢有尤其是在中美这个大局势环境和关系这么恶化的情况下啊，你看尤其是那以前那个芳芳啊，那个现在变成这个间谍事件呢，使所有这个参加美国这个参政议政这个活动做多的都有可能被
这个怀疑是中国的间谍哈，那么就更加的打击了有一部分人这个参政议政的这个积极性。所以你对这个赚到钱在美国就成为主流这个观点怎么看？然后呢，如果那些人就像我们这些比较有一些这个社区参与的这个热情的这些人呢，怎么面对潜在可能会被怀疑成是这个中国间谍的这种莫须有的这样一个指责的这个对应的方法，就是从这两个层面给我们指导一下。不敢当。在我们回答之前，我要特别说明一下，一个社团的要延续，所谓 continuity， 一定要能够一代传一代，长江后浪推前浪。当29年前 Herbert Chu 跟我跟另外大概有8个人成立了华裔社，到现在当我们看到我们下一代跟我儿子女儿同样年龄，现在已经40几岁，那个时候大概是30来岁接手的时候，我们说华裔社有希望。当我们看到7-26看到邵阳是国内来的这些优秀的青年才俊，然后呢能够很快接手以后，我们说华裔社更有希望。那么在这种两个前提之下呢，我自己就一直都保留了一个要隐居退位，要很保守的，要让这些领袖人才自由的发挥。当然在紧要关头的时候，重要的时候，我也许不客气站起来讲一两句话，但今天能够看到 Charles， 看到这个邵阳这些非常优秀的这个领导人才啊，社区领袖啊，我都觉得自己很惭愧啊，做的地方还没有他们好。所以回答 Charles 你的问题，我个人认为今天中国或中国人拿来当画饼，这个讲的不好听，我在做啊，我在美国我没有登记，我不是民主党也不是共和党，但是我始终不认为 Donald Trump 故意要把中国议题炒热，要把这个 coronavirus 叫做 China virus OK， 甚至拿这个芳芳间谍案这个事情出来借着机会要来针对说这又是所谓的 China honey trap OK， 那实际上这些事情呢跟中国一点关系都没有，但是呢我相信这个只是一个短暂的，很不幸的刚好在这过去4年，甚至今天早上在国会发生这个事情，我们这伟大的 Donald Trump 还是要出来再一次强调这是中国的什么什么问题。至于说你说今天有钱就可以融入主流，我哥哥常常这个 CCL 我哥哥尹继成常常告诉我啊，犹太人有没有钱？有钱，犹太人在这边的势力之大。如果今天我们能够像犹太人这样子，能够操纵这个财经市场、金融市场的话，那我想到那个时候，当然其他的数字还是小事，但是你要做到那个地步、那个阶层，不是一两天可以做得到的。我常常喜欢用一个例子讲，我个人没有所谓 sex preference 性别趋向没有的。那我请问各位，那为什么同性恋可以合法？为什么同性恋可以成为主流？为什么 NAACP？ 为什么一个 Black Lives Matter？就可以得到大家的认同。今天如果我今天来说 Chinese Life Matter， 没人承认你的。你说我今天在提倡另外一个性别趋向，也没门啊。美国的民主制度，虽然中间有很多地方，各位看起来有很多波折，但是基本上它还是一个民意的基础。官员后这个众议员、参议员、各种国会议员、州议员、市议员都是民选出来的，
人民是他们的主人，人民来决定。所以在这个民意基础上，民选的制度下，当然是按照这个民主制度一步步的做。所以今天我来参与融入主流，我们的目标还是要争取到那个票。有了票以后，有了话语权，你的钱才能够发生作用。如果今天你拿钱走到前面，票走到后面的话，那跟当年讲的不好听，所谓传统的这个 Chinatown 中国城这种肉包子打狗的情况有什么不一样？所以这是我回答给 Charles 简单的答案。谢谢谢谢谢谢 Henry 大哥的回答。好，谢谢 Henry 哈。像刚才你们几位这个社区领袖的这个发言哈，也相应的回答了观众一个问题哈，怎么把 CBC copy 到其他的地方去哈？那像Henry 刚才也是讲了 CBC 的和 APAPA 之间的这个这个势力啊怎么发展的，就是说要先要扎根，然后才能往上结果哈。那我们现在还有一位 Sean， 你可以 unmute。你好尹先生，我是世界日报在旧金山的记者，我平时的采访线路是旧金山的市政府还有旧金山的传统侨社。那这里面呢，我有一个问题想提出来，就是以前在李孟贤当市长的时候，旧金山市议会十一席里面曾经最多有过五名的亚裔的市议员，占到了半壁江山，但是到现在布里德当市长，当然也跟他可能也没有关系，但是现在的亚裔的市议员就只剩下了马兆明和陈思明两位，而且就是布里德市长他来任命那个旧金山非常关键的警察委员的时候，他也没有任命到任何的华裔的警察委员，只有一名日裔的滨崎步是当这唯一一位的亚裔警察委员。那在亚裔尤其是华裔在旧金山的政坛，无论是民选还是任命，这两个层面上那个角色都层层的退步的时候，你有一些什么样的看法和建议？以及我还想问一下，就是到了今年2021年，你对于整个旧金山湾区对于 APAPA 推进整个旧金山湾区的华裔去尤其就是亚裔也包括华裔来参政，有一些什么样的工作规划吗？谢谢。谢谢向啊，我分的感谢世界日报多年来对啊爸爸对我们华裔的支持啊。你提的这个题目啊，和我们在旧金山的分会的主席叫做 Dennis Wu， 我们经常在讨论这个题目，那么我们也感觉到很困惑。当然旧金山是比较复杂的一个政治环境，旧金山一共有几个区啊？十一个区？那么对是旧金山一共是十一个区，十一个行政区。在我个人观察呢，因为旧金山本身它有那么多不同的种族，有日本城，有 Chinatown， 有意大利人，有这个 gay community， 还有很多不同的，因此它的政治环境啊，不是我们想象那么单纯。也许我个人没有资格来讨论这个旧金山的情况，当然是我们很关心的题目。那同样，我现在回到 Fremont 呢，在我们之前呢，我待会儿会请 Fremont 的现在华裔 CBC 的社长 David Lam 出来讲两句啊 ，David， 请你准备一下。那么 Fremont 本来不是分区的，现在分了Charles 我们是分成六个区，对不对？六个区啊。好了，在以前呢它是完全在一起的，所以选举起来，因为 Fremont 已经成为二十几万的人口了，选举起来像我当在我十九年前选的时候，那个时候我选一个市议员要花$100,000都还输掉，所以你可见这个是相当大的一个这个财务的负担。那么如果今天像旧金山这个区域，或者像San Jose也是一样，它的区域很广，它每个区域有自己的特性，
今天如果整个圣何塞他没有办法有一个华人的组织，像 CPC 这样能够做一个统筹的规划协调，同时还能够培养不同的领袖人才，即使在 Fremont 我讲的不好听的话也很难做得很理想，但至少 CPC 已经有29年的历史，有根基础在，在这个基础上面所有民选的官员大部分都是在这个团队里面，因此我们之间的协调更容易。那么在旧金山就不可能说有这么大一个华人的组织能够在11个区域里面都能够做很有深度的很有效率的做规划，因此呢无形之中就变成了一个城市里面有11个小城市一样，那也就是说也需要化整为零。那么在那 APAPA 立场也很难说我在11个区里面我等都能够有相当程度的这个参与跟他们的这个互动，这个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所以呢也许根据这个现象啊，像APAPA 可能将来，这是我的猜想啊，还没有得到这个最高领导的同意，这我个人的猜想，说不定要把整个旧金山再分成好几个不同的分区，比如说旧金山东区、西区、南区、北区，不能超过11个区，至少也分成4个区。这就是我现在准备在 Santa Clara County 做的做法。各位很多住在 Santa Clara County， 我希望在 Santa Clara County 成立3到4个不同的分会。各位有兴趣，你是住在东区、东南、西北，来跟我报名，我们以后慢慢的发展。因为在整个 Santa Clara County 不可能只有一个这个分会。啊，所以我就给你回答这个问题。David 你在吗 ？David Lam， 他已经走了。哦，走了，对不起。好 ，David Lam 是我们这个现在的 CPC 的社长啊。还有什么问题？好的，那我看现在应该也没有什么太多问题了哈。嗯。那因为时间关系哈，我们现在已经是接近九点五十了哈。那我们今天的讲座我们就这样子结束哈。那我们非常感谢 Henry， 特别花了宝贵的晚上的时间哈，给我们来讲讲就是这个怎么从社区到主流啊，从地方到主流这样子的一个话题哈。然后也讲了很多实际的这个实例。然后给我们有很多的启发，那也谢谢在座的各位，刚刚发言的那些社区领袖哈 ，CC 啊，Charles 啊 ，Herbert 啊，这些都是我很敬佩的人哈。那也非常感谢我们的听众朋友哈。那我现在呢，我再把我们的这个微信群哈，就是放上来。那大家如果还有需要向 Henry 请教的哈，或者是交流的，那可以。扫码然后加到我们这个微信群来。那我们这次讲座呢也有录像哈，我们到时候也会把录像放到我们的微信群里面。后续我们以后还有公益讲座的话，我们都会把这个通知都会发在群里面哈。那请大家可以扫码入群。好，谢谢 Henry。 谢谢 Henry。 因为我可不可以再讲一句话？好，可以，您说。好，再一次感谢主办单位，再一次感谢今天晚上那么多朋友。我知道这里面有很多我都没有机会点到名字，无论今天我们是今天才认识，或者是以前就认识，感谢各位一直这个40几年给我的支持、帮助，同时给我机会能够为社区服务。当然，我讲了，我这个人没有一技之长了。但是我唯一的成功地方，我就是认识那么多成功的人，啊，因此呢，我就踩在他们的肩膀上。最后呢，我这个要讲一句呢，我在那个 slide 最后一页没有机会跟各位讲。我常常给自己比喻啊，我是一个小窗口，我是一个小桥，这个桥跟桥路基金会很像。我为什么这样讲呢？我一直用这两个来比喻我自己。我说我是一个小窗口，希望透过我你们能够看到其他的机会，希望你们踩着我的背走过这个桥，
让你们成功的更快。感谢大家，晚安。谢谢 Henry， 谢谢 Henry， 谢谢。你不是一个小窗口，你是个大窗口。我还是希望被大家踩过啊！谢谢。而且我们上，你刚才提到什么隐退啊、退休啊，我觉得哈，就是你的这个经验是非常的宝贵。那我们也希望你能够继续的跟大家交流啊，传授这些经验。我们也希望能够看到美国更多的 Henry 哈，在美国各个地方。真的是非常感谢 Henry， 欢迎大家如果住在菲蒙附近参加 CBC， 如果你们自己社团需要成立、或者有希望什么地方，随时可以跟我打电话，如果有兴趣欢迎你们参加 APAPA， 这是大家共同的目标，共同的利益。谢谢大家，谢谢好，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晚安。好。